新版。二奶奶呀，难怪大太太说里头人多照应不过来，原来你躲这儿受用呢。哼，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不传饭？传饭是容易的，只要将里面的东西扒出来，我们才好照管去。这么件大事儿，咱们一点摸不着，尽当苦差，这叫人怎么齐心呢？是啊，叫人怎么齐心呢？老板，求求您了，大爷，行行好，把我送回牢里去。你是小红？黑了心的盲人把我卖给了人牙子，他自己一个人带着俏姐跑了。听人牙子说，他把俏姑娘给……你该走了，万一让人认出来了。不，我不走了。小红，二奶奶。二奶奶待我恩重如山，这回祖父遭了难，我只顾自己去了，成了什么人了？二奶奶，说话了。小红，二奶奶，